的先生、女士、侨领、各位会长、主席和各位业界精英，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这个主持人，我叫康康。首先欢迎大家远道而来，来到我们纽约，参加我们举办的弘扬中华饮食文化，促进中餐繁荣发展的主题研讨会。我们主题研讨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国内的各位餐饮界大咖了解海外中餐的发展状况，让美国的餐饮同行了解国内的先进的餐饮管理方式，为弘扬我们中餐文化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这次研讨会是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美国中餐联盟主办，由世界妇女爱心总会、美国华商贸易促进会协办。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老朋友，也有很多的新朋友，所以我要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我念到名字的嘉宾呢，可以跟大家挥一下手，这样呢，以便我们大家在这个研讨会结束之后呢，有一个印象可以去交流。我们这次研讨会到来的嘉宾有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杨柳。杨柳，宁夏水洞沟旅游集团董事长王亚伟，宁夏沙坡头景区董事长马树立，德宏国际溶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回振立，北京凯瑞玉仙都餐饮集团董事长邢秀娟，加拿大超然渔猎协会会长肖亚军，天津燕春楼饭庄总经理张建生，天津燕春楼饭庄副总经理刘慧荣，宁夏仙鹤楼董事长丁燕，宁夏泰丰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金霞，益海嘉里餐饮事业部总监叶斌，益海嘉里集团餐饮事业部专业副总监孙志强，还有我们来自益海嘉里餐饮事业部市场部高级经理黄河和大货部经理张月，菜联网 CEO 胡建强，杭州速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雄飞，山东兴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建军，德利安食品董事长王正兵，上海大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贾维东，江西芒果青年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志德，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邢颖，北京祥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雅娟，宁清市开源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秀梅，宁夏巴格斯克翠商贸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盛杰，云南普洱市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黄张元，幸福阿方餐饮总经理陈增芳，福建金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关金根，厦门石瑞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晓霞，重庆快乐时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光平和董事长杨光，我们世界中餐联合会秘书长尚哈玲，合肥黄山大厦金色王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群，乌鲁木齐市舒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文贵，副总经理张琴海，经理窦海富，经理陈成江，还有我们舒适总公司财务总监许旭，钱江市第八号虾谷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龙，大连日月潭大酒店总经理苗壮，
北京金龙潭大酒店总经理助理翟雪梅，北京中东佳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军。好，这些就是我们来从那个国内来到的贵宾。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我们美国这边的就做餐饮的这个同行，我也介绍一下。他们有来自美国大费城侨学界秘书长叶惠民，天之燕燕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裁罗燕，美国风水协会会长郑志海，我们世界总商会会长齐飞龙，我们社区的侨领吴一平，侨报主任于一平，我们的美国中餐联盟副主席陈志明，还有我们 MGM 娓娓道来的主持人高娓娓，四餐联理事周敏张天心，美国中餐联盟纽约总会执行会长陈建荣，一杯茶道红酒批发公司董事长袁超强，美东台山侨中校友会会长雷怡，华富集团董事长郑志文，美国酒店总商会董事郑敏，梅伟雄，美国塑料集团董事长王格，联塑集团董事长王格，不好意思，联塑集团，大费城东北区发展会主席张善兴，美国昆士兰国际有限公司总裁袁立红，君子食堂创始人赵勇， ACN 纽约总经理 Jeffrey 刘，华商会副会长郑超文，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的主题，由我们美国中餐联盟主席黄明先生致辞，大家欢迎。非常非常真诚的感谢各位百忙中抽空来参加我们这个小而精的具深远意义而又隆重的欢迎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以杨柳会长邢颖常务副会长为带队的美国访问团。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安排的也比较紧，所以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希望呢把时间留给那些我们准备的讲者，然后呢也希望下面呢大家呢又抓紧时间也这个 casually 就是放松的，大家无拘无束的，也没有太多的introduction， 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急着这个机会，然后大家来探讨一下我们美国现在目前的中餐市场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呢让我们国内来的贵宾能够有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深入一点的了解，从而呢将来他们能够做出一些他们认为怎么样能够进军我们美国的餐饮市场，能够
与我们本地的餐饮同行共同来改变我们目前的困局，或者是提升我们中餐业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美国大众的印象啊，也希望我们在座的侨领先进们能够给予他们一些你们的宝贵经验，能够让他们把你们的这个秘诀能够带回国内，然后呢共同为发展我们的中餐事业能够做出一点贡献。谢谢大家。感谢我们黄会长的这个支持。接下来由我们美国中餐联盟创会主席赵瑞先生做演讲。非常感谢大家关注这次研讨会。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都明白，都知道美国的中餐业有重要性，因为整个美国的中餐业在美国呢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这160多年的历史当中，发展到现在，实际上我们中餐业正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我们中餐呢现在找厨师越来越困难。那么如何去改变这种困境？我现在就是把中餐标准化和这个中餐的这个去厨师化做好。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中国很多的这些企业家来看他们如何跟我们一起合作，来把我们的中餐业发展起来。谢谢。那么我们中餐业的发展离不开我们当地这个议员的这个帮助，所以接下来由我们纽约州众议员亚裔办公室主任周艳霞女士上台致辞。各位嘉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下午好。我是周艳霞，今天呢非常高兴代表纽约州众议会为我们办公室来欢迎我们这些从中国远道来的嘉宾。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由我们杨柳会长所带领的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你们大家辛苦了，这一路奔波从芝加哥到纽约，相信你们收获很多。我们代表纽约州真的诚挚的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今天呢，代表纽约州，不外乎就是，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美食满天下，在纽约呢，我们也很有幸参与了很多有关中餐业的一些，不管是在推广方面，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还参加了联合国，在他们四楼举办的一个美食，中国美食，那时候当时从中国来的一些，我们算是一个。头一的头二的一些大厨师都过来了。那时呢我们跟了很多政界方面还有所谓的这个各国的所谓的大使们，他们都非常享受这个中国的美食。所以呢你们今天的远道而来，我相信除了芝加哥听说你们的这个整个的论坛非常的成功。那相信经由这趟在纽约的这个中餐呢更是不用说了。我几乎只要走到哪个地方，几乎都有同样中国美食。所以我们希望呢，经由在中国方面，那中国现在在世界的地位，那更不用说了。那经由在美国这次的来，大家互相的这个交流，然后希望呢，有一些呢，一些火花出来。我们更期待在未来的不久，不管是在纽约州众议会也好，或者在联邦，我们希望也能够提供一些能够协助，希望我们中国美食呢在美国呢能够发扬发光发热。谢谢大家。接下来由这个我们的夏善成美中国际商务高级研究院院长
夏春成先生为大家做一个主题演讲。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啊，今天呢在这里讲的一个问题呢，我首先要声明一下啊，这个我不是做餐饮的啊，那个但是喜欢吃东西，所以长得这么胖啊。那个但是选择性的吃呢，就是来讲呢，还是中餐还是我第一首选。虽然我习惯啊各色菜肴啊，但是中餐还是我的首选。为什么中餐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我想呢，这个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而言呢，就是其实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记得小时候看一本书啊，可能是鲁迅先生讲的，食色是乃是人之性也，所以它是食色性也，所以是一个天然会有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啊，来得到这个美食。但是呢，这个美食是被称之为美食，不是大鱼。所以呢，我在想呢，我今天呢，听陈会长的邀请呢，就是我来讲一讲关于如何来看待，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来看待啊中餐。那么我想呢，对于中餐的理解呢，我认为呢，最重要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啊，所以中国文化里面如果少了中国的这个美食 cuisine。那个其实呢是不成为中国文化的，所以我想呢，今天因为的时间关系我不展开。那么美味佳肴呢，其实是人类的共同取向啊。这个对，我想把这个大问题提一提，因为这个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吃中餐有三个态度啊。第一个态度是敬畏的心情。每次我碰到那个老美，他跟我讲，他到中国走了一圈，都说我的腰围胖，腰围大。就是中国的菜真的好吃。还有一种呢，就是第二种态度呢，看中餐呢，它是来当作一种这个是美国化的口味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他们经常会跑到这个吃所谓的那个熊猫餐馆、高的快餐这类，他们都认为是中餐。其实，在我们的概念里，已经不是中餐啊。这个等会我会讲到这个。还有一种呢，中餐呢，是我们已经在非常普遍的，在这个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它已经成为一种消费的这个就是食物消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那么这样的一来呢，就变成了三种对于中国中餐的这个一个取向来看。那么中国的文化当中既然有中餐，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其实大家去查查词条，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什么叫中国文化。其实在词条里面来讲呢，这是我前几年做的研究，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中华文化。其实中华文化也不仅仅是局限中国这个大家要注意，更属于比较牵连性的是可能亚洲跟亚洲有关的，以中国文明为基础的一个中文化，就叫中华文化。那么这里来讲呢，这个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因此呢，它是中国的餐饮。我的理解那个会长都在理解怎么来理解，就是中餐它的文化是中国是世界物质文化还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那我认为呢，这两者是交叉的，它是既是一个物质文化，同时又是一个非物质文化。所以呢，我在想啊，这个是非常需要考虑的。我很遗憾没参加你们那个芝加哥的研讨会，今天是座谈。本来呢，这个座谈是坐在一起大家谈谈，没有这么想到这么上来讲。那么，所以我在想呢，就是如果把中餐、中国文化跟世界的关系讲起来，那么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人类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共同体现的那个文化的中餐表现形式，就餐饮表现形式。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中餐的概念。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来谈谈呢，就简单的谈谈这个中餐如何国际化问题。其实我跟我们那个世界中餐文化中餐协会联合会，其实都属于我们商务部。原来在之前我们是你们是国内贸易，
我是在万豪的系统，所以在这个两个系统现在我们都成为商务部了。那么在商务部里面呢，我又担任了我们这个服务贸易的专家啊。那么在服务贸易当中呢，我们现在是需要走出去啊，需要更好的跟国际来结合啊，来形成国际合作。那么值得注意的，美国的像这个工业啊，麦当劳到了中国，它也中国化啊，开始买中国的粥啊，大家就看到这个我就不谈了，我讲这个是一个就差异化和这一块，也就是说中餐如果在国际上发展，要找到它的胜机啊，包括我们大家现在吃的这个酸辣汤，美国的酸辣汤基本是已经开始美国人口。好不好？我想最后一个讲讲中餐的网络发展的趋势啊，这里面呢，像中国的大众点评啊、Yelp 啊这样的一个包括评论啊这些推荐这些网站推波助澜，使得中国的中餐在国际上具有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想呢，还是多层次可以发展中餐在国际。特别是在像美国一个越来越显示中国移民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啊，中国美国人，对不起啊，这个这样的一些城市，而越来越普遍的被美国社会接受，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今天的餐饮的这个单位的这个投资人或者说经营者都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个机会，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跟美国本土的合作的机会。啊，这个我相信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这里面也可以分成层次性的进行，啊，尝试，不断的尝试，因为要真正把中餐文化立足于美国社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当然的风景线，我想呢任重而道远。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我们夏教授的这个精彩演讲，接下来由我们这个美国华商贸易促进会会长雷迅先生为我们做一个演讲。大家下午好，我是雷迅。因为夏教授讲的这么高深的演讲，我跟这个后面压力特别大。那我想讲什么呢？我真的有点晕晕的。那我讲讲我自己的感受吧。其实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所以呢，20多年前呢来到美国。所以我对中餐的认识呢，我想讲，我来到纽约呢，第一份工作呢，我就在纽约唐人街里面找工作，就是给一个中餐老板把我赶了出来，说我英语不好，点菜太慢了，你这种水平不要在唐人街混了。结果呢，我对中餐其实有恨，可以这样讲。然后呢，我后来呢，我到费城读书，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呢，其实我在费城里面餐厅读书，那个福州老板娘对我很好，所以我在费城呢。最先楼那里还有个房，有个床位在里面，所以呢，我的学费可以讲呢，就是从中餐里面，大部分就是从中餐里面啊得到的，我的学术，我的学位得到啊，所以大部分的学费呢，也就是从中餐里面能够养活我自己，所以我对中餐其实有自己的爱在里边。为什么这样讲呢？所以中餐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养活了很多我们活人一个谋生，一个基本谋生的一个手段。所以呢，我觉得呢，中餐呢，在美国首先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对我们留学生来讲，所以对于很多新移民来讲呢，中餐其实造就了很多一个就业跟谋生的一个机会，中餐文化呢怎么弘扬发展下去才是啊，我是最希望啊大家能够考虑一下，谢谢大家今天的交流。接下来有请我们美国新泽西贸易投资促进会理事杰西先生来为大家做个演讲。Good afternoon, delegates from China or the local delegates and the organizers andOf course, Mr. Pingli and Kim Lin, they invited us here to participate. And what I would like to say first is I love Chinese food. Just to say, 大家下午好，欢迎从
You see, you should love your food also, because without Chinese influence, the Italians will not have their spaghetti. The Thai people will not have their pad Thai. Japanese will not have their ramen, and the Filipinos will not have their pancit. So everybody is actually united because of you, because of Chinese food.不会有像意大利那个面条，然后不会像有那个泰国的那个 pad Thai， 他们叫 pad Thai， 然后还有像菲律宾他们另外一种面条的一种叫法，还有日本的那个拉面的一种叫法。所以他说，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对其他国家的这个饮食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Now, I am here with.Chef Wood. Chef Wood is actually the founder of Noodle Fan, which is actually a Thai Asian cuisine. We are running 4 restaurants right now, and we have expanded to the Philippines. We have one over there, so it's a franchise. 对，他今天有带他的就是他的合作伙伴武汉厨师。他有一个非常就是有名的餐馆，然后之前在菲律宾，然后在美国也开了很多家的连锁。So, but I'm not here to introduce New Japan because Chinese food is better, right? We are here to be introduced to people who would like to collaborate with us to form a kitchen and do air night catering.他说他在这里不是为了来介绍他和他朋友的这个餐馆，他是希望能够和就是所有喜欢餐饮业的同行能够一起合作，然后呢就是我们目前有在就是推这个厨师学校，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航空这个餐饮的一个这个项目，航空餐饮项目。 So chef,We were thinking about creating an Asian variety of food, so including Chinese. So we can form actually an Asian village where we invite Chinese restaurants, Indonesian, Japanese, Thai restaurants, and Philippine restaurants, and everybody.Will be introduced to our great Asian food, especially Chinese food. 对，他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说他想就是说建一个亚洲这个饮食文化的这个饮食文化村，然后里面有包括中国食物，这个就是亚洲的所有其他的国家的食物都能够在这个。亚洲饮食这个文化村里面，然后能够让这个饮食文化能够，让就是美国的喜欢餐饮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这个亚洲的这个饮食文化。So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invite, and hopefully during the break we can talk about collaborating and making the dream of.An airline catering project come true. 那谢谢大家，然后希望在之后的就是休息的时间里面，能够跟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们能够讨论他刚才说的这些项目。Thank you, Jun, for coming. 谢谢大家。下面我们邀请我们社区侨领吴一平先生为大家做演讲。首先我先讲一讲，我不是什么侨领啊，我是做
做金融服务呢，做那个financial service 这一块。那么我在这里讲一讲，主要的讲一讲我们在主流社会里面，我们在那个我们公司的同事他们直接被餐饮文化中餐的一个感受，那么这样可以带来更多东西。那么中餐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呢他们也很喜欢到中餐馆去吃饭，但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也觉得在这里跟国内的同行国内的餐饮行业提一下这个建议，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Waiter Waitress 你们以后在中国发展，在中国也一样，就要有很好的服务，因为服务营造了最好的环境。因为吃饭的时候是家庭的环境、朋友的环境，还有很多环境在一起的话，更有助于这个 business environment， 就是那个商业环境。这样的话呢，更容易促进商业进行。那么这是我的一个感想。那么另外呢，我是浙江湖州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浙江湖州有一个叫百鱼苑，就是fresh water 那些水产品可以把鱼做成100种。产品来做，那么我很怀念这个。那么今天我们杭州市也来了人，那么当初我在杭州钱江呢也去吃过一个饭，叫钱江我不记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服务员也是很好。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把很好的餐饮业带出来，也把最好的中华文化的服务带出来。谢谢。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君子集团的赵勇先生为大家做演讲。在一些沿海没有什么土地的地方，那么出海经商是非常符合逻辑的。那么但是呢，这个当时美国呢，这个人均 GDP 是2400万美元，不是，是24000美元，也就是中国的80倍。那么来美国打工本来是非常可以算过来的一个账。但是呢，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的贫困线一派人口已经从90年代90%变到1.3%以下，那么也就是说，从中国300美元人均 GDP 到了8000美元人均 GDP 的时候，中国已经逐渐发现没有出海进行劳动力输出的这样一个经济动力。很多年轻人现在即使从城乡结合部进入中国的这些大城市打工，都不愿意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些要退休的90年来的中餐的那些人才，从这个企业家、餐厅的经营者、管理者到餐厅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厨师，基本上都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大家会看到现在这样一个劳动短缺。那么中餐在美国要做到几点？要做到是真实的人用真实的食材做真实的好的东西，然后呢去做一个真实的报道，让美国人通过他们目前有的这个文化交流带宽里面看到的地方去理解，这是未来这样一个方式。如果在座的餐饮的企业家们没法对美国人直接说话，这就很难做，因为他不知道你是谁，他就完全就像我们对于遥远的印度人去来我们中国开店一样，我不知道你这个企业家是干嘛的，是从哪来，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我是为什么要吃你东西。所以你必须把这个故事能讲清楚讲明白，你的东西呢要简单直接，然后呢好做，能够标准化执行，能够让当地的美国人去执行，然后呢在他们已有的品牌和这个食材认知上能够理解。上来卖海参是没法卖的，他不可能吃这东西。所以实际上这一系列体系需要对本地化的文化理解非常了解，才能走下一步，要不然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是我觉得也不是算泼冷水吧，但我希望这个中餐各位前辈们，如果国内想来美国的话不要浪费钱，
要先做好准备，一定要做好这样一个本地化的准备。而且美国的中餐市场如果只想开一两家店的话，它的风险和它的市场容量和竞争等等都是不值干的。如果只是为了开了法拉盛，其实很多事不值得这一趟。因为美国的餐饮市场非常的大，是世界目前最大的餐饮市场，当然未来中国可能会超越美国，但是美国的市场非常的大呢，它是个非常简单单调的市场，也就是说从美国东海开到西海非常相像。如果开连锁非常好，因为你各地都一样，不像中国你这个城市那个城市差距很大。但是呢，如果只做中餐的在平安烫的给中国人吃呢，实际上市场很小，而竞争非常激烈。像最近几年开的火锅店，一个火锅成功了，马上一万火锅出现了；奶茶店，一个奶茶店出现了，这个一万二个奶茶店已经出现了。所以实际上，只要能美国主流接受的东西，才有意义去做。再想做到也很困难，其他的事情其实市场反而很小，最后经常会很危险。我就不能说，就说的干货。不好意思，本来我们接下来会有几位也要演讲，但是由于我们场地的时间原因，所以就不能讲了。然后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有这个美国风水协会的会长志海，然后美国华人正义联盟创始人纽约梁哥，然后还有人民日报海外网运营总监刘西区先生，世界总商会会长齐飞龙。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咱们会后跟他交流。那么接下来隆重有请我们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邢颖做我们这个研讨会的总结性发言，有请。40多位我们国内的知名的餐饮企业家，在前两天在芝加哥，专门召开了一次中餐发展论坛的研讨会。在那个会上，我做了关于中餐海外发展几个问题的思考。在短短的到了美国的这几天的时间，每一顿饭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饭，都是工作，都是我们和大家学习、考察和交流的这样一个过程。来访的时间目前虽然很短，但是几餐下来和我们一些同行的交流，对中餐在美国的发展有了新的了解和新的认知，也丰富了我自己对中餐博大精深的意义在海外的这种理解，同时也修订了我过去原来对中餐在海外包括美国并不限于美国发展现状更接地气的认知。刚才听了几位专家、教授、企业家的演讲，我也一直在认真地做笔记，我非常的有收获。在刚才的讲台上，我们看到了老一辈华裔的餐饮企业家，他们通过自己在美国餐饮市场的奋斗与打拼，取得成功的经验的分享。我们也特别欣喜地看到我们年轻的这个新一代，他们用自己丰富的知识，用他们自己独特的眼光，他们自己对中西饮食文化之比较的感悟和他们
直接深入市场，对产品进行孵化，并且把做产品、做文化和做资本同时融合起来，鲜活的经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看到中餐未来的发展，有老一辈宝贵的经验，有新生代智慧的结晶，中餐一定会在美国的市场有新的更好的收获。怎么能证实中餐在所在国的政府对我们更加有信任感，对我们更加有安全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中华传统的生活服务产业在海外给予了政府的支持。所以这就是我在芝加哥的研讨会上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我们从自身的提质做起。因此中餐在海外的发展，无论是模式的选择、路径的确定，无论是产品的经营还是文化的提升，无论是食材的选择还是人才的培养，这些方面都是我们作为一个行业协会应当对企业给予扶持，也应当是我们行业组织和我们的企业共同为中餐在海外的提质和为我们自身产业的增效而共同努力的目标。谢谢大家。感谢我们邢主席的精彩演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到场也有很多媒体朋友，然后我们就利用最后的这个时间，让我们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网运营总监来为我们做一个就是媒体的这个演讲。好，我们欢迎。大家好，我叫Jeffrey。我也是这个美国华商贸易促进会的荣誉主席。今天先祝贺今天的座谈会非常成功。我谢谢大家，谢谢那个主办方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分享这个我对中餐业的感受。那还有我们在座的球迷问啊，那个我们那个江门五一青年会也一直在做。我们刚才跟江门那个市长带他去我们的纽约那个科技大学去参观那个餐饮业，就是把中国跟美国那个餐饮业怎么联合一起。那个江门的市长非常高兴，他说我将来跟我们那个会长呢来可以将来很好对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中美这个文化交流，或者对中美关系更好发展，或者各种文化交流都一直很多推动工作。好，谢谢大家。接下来再有请两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下演讲，请那个尚秘书长上来为大家做一下演讲。欢迎尚秘书长。他的意思是呢，那个中国代表团来了这么多代表哈，想请代表呢一两个代表整个代表团的人呢，发表一下这次这个在美国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啊。那下面呢，我就请两位代表呢，简单地说两句啊，因为我们代表团这个把这个机会都让给了我们美国的这些企业家啊，这些代表团的成员也都是在中国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所以呢，这两天他们有很多的感受，我也请两位代表呢给他们讲一下。那首先呢，我们请这个张秀梅啊，张董事长上来讲一讲他的感想，掌声有请。还有毛宁会长，还有各位同仁，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这个我作为咱们中餐联合会的同仁们，咱们一行考察团的代表，聆听了专家学者还有一些餐饮同仁们的讲话，我也分享一下，这也是我这几天看到的、感受到的中餐在美国的这种感受。我感觉今天呢，我们世界中餐联合会来到这里，就是来帮助大家如何把中餐做好、做到实处。我们当你们的后盾，我们当你们的娘家人，我们全力的配合你们。谢谢大家。感谢各位的发言，刚才我学习了一下，非常感谢啊！我觉得您讲得太好了，我相信前面的前辈们也讲得更好。套用一句名人的话说，我们说做中国菜很难，做好中国菜就更难。在美国要做好中国菜就是难上加难。那有了你们做后盾、做桥梁，我相信我们法拉盛乃至美国的整个中餐业呢，就会焕然一新。好，不好意思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早点出场了，晚上要跟大家 say hello。 我是今晚呢和我们的搭档型主持人安琪。我对于餐饮界只是一个吃货爱好者，是外行，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讲的这个中餐文化呢，承载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与动容。接下来我要为大家隆重请出我的一位好朋友。如果说我们今天谈的是吃的话呢，我们有八大菜系，那么这位好朋友他讲的话，在我看来就属于川菜，绝对的麻辣过瘾。好，有请我们纽约梁哥，正义联盟创始人，有请梁哥。一路奔波，我们期待听到您的一些谆谆教诲。有请张建生董事长发言，有请。好，有请张总，您这边。我今天来是被洗脑来的，啊，听到了各位教授、学者跟在美国。中餐业啊，做企业的这些个老板们啊，今天呢
上次呢，我们在芝加哥有我们的这个邢会长啊，也讲了一些个，对吧？在海外中餐啊，十年啊，我也受到很大的这个启发。我们在中国大陆对餐饮业也是同样的，是吧？一个企业啊，三年五年，人说是长的，啊，昙花一现，一二年就完，做到十年八年。但是，作为我个人，坚信你要用匠心精神，用真正传统的都真食材，对吧？真功夫，真故事，对吧？这样去做，是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中国走不通，到国外更走不通，所以呢，我们要结合，是吧？刚才这个教授啊，方方面面，包括我们这个刚才这个青年的经营，是吧？这个框架已经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啊，就是希望在海外的，来这个侨胞们啊，做中餐业的这些个企业们啊，如何走出困境？啊，中国这个餐饮业在世界上应该是有一席之地的，就看我们怎么去做，如何去改变它，就要从这方面下下功夫。谢谢。讲到我心目中今天呢非常敬仰的女性呢，就包括我们今天带团的杨柳会长，但是大回方呢就说没有多讲这样一点，但是我还是想冒昧的，可不可以有请我们的杨柳会长上来跟我们讲两句呢？亲爱的姐妹们，餐饮业的同仁们，大家晚上好。这个非常高兴，这次我们中国烹饪代表团一行四十，今年将近五十人来到了我们纽约大都市。我们在第一站走过了芝加哥，今天下午呢举行了交流座谈会。刚才我们常务副会长这个邢宇先生跟我讲的搞得非常好，我今天下午因为有个重要的活动所以没有赶过来，非常遗憾。但是听到大家对交流座谈的声音很激烈，很热情，很有创意，我也很开心。那么作为世界中餐业联合会这些年来致力于中餐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我们也得到了我们海外华人的鼎力支持。在美国期间，今天呢，特别是今天这个下午这么活动，得到了我们黄明、赵瑞以及我们各位林平生各位老总的鼎力支持，得到了我们世界妇女爱心总会的鼎力支持。我今天特别激动，我一看到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姐妹们在海外在不断地在发展着我们华人的经济做出贡献。刚才我们杨会长在介绍的时候致力于这个社区工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也很感慨，因为我也是全国妇联曾做了两年多的书记处书记，现在是全国妇联常委。看到我们姐妹们在海外的发展，我们很开心。我已经让我们副秘书长黄河把所有姐妹们做一个群，我们今后我中国和美国我们各国的女性加强联系。在未来我们成立女企业家协会，再的就是我们筹办者，所以我们也愿做一些有益的尝试。那么会议结束，今天晚上也感谢我们黄明、赵瑞都是我们应该北美地区的常务理事，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大的支持，也很辛苦。
我呢在敬酒之前向我们两位以及在座的餐饮业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辛苦了，谢谢。也呢也向我们今天新认识的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刚才我们邢会长介绍，我们现在后继有人，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生博士生都从事了我们餐饮行业，而且已经用了现代理念在开中餐，我觉得很好，这说明我们中餐在海外后继有人。我们也希望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为你们做好服务，加强和我们的合作和联系，愿意在培训技艺和学习方面提供平台，也希望你们把美国的一些好的年轻人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国内去交流。总之呢，我觉得这次短暂的这个纽约之行，我们得到了这么多海外，特别是纽约包括华盛顿地区的我们餐饮业同仁以及我们各位姐妹们的盛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了我们的友谊，为了我们中餐在海外的繁荣，大家举起杯来，共同干杯！谢谢啊！谢谢杨友会长，让我们举杯共祝中美友谊长存，北美地区中餐贡献奖颁给各位。在大家的大力协助下，我们这个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希望在未来的将来，我们有很多机会通过这个活动互相认识的新朋友，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互动商机，然后为公为私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如果大家去中国旅游或者是有什么生意来往，Go ahead.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good evening.